也许你以为我一直原地不动，但其实吸收从无到有，我不只是改变人们的出行方式和生活形态，更想点燃城市腾飞的引线。我不仅是搭建我国跨座式单轨的技术基础和产品平台，更要是我自主创新的未来。逐步实现全系统全自主化，拥有完全的自主创新与自主知识产权，研制出世界上电阻最长、运量最大的单轨系统，牵头完成全球唯一跨座式单轨技术标准，完成国家"十一五"自主创新课题的开发。我真正意义上拥有了自主化的跨座式单轨和全自主创新的跨座式单轨技术。这不仅让我国单轨系统技术避免了被卡脖子的窘境，也为用户大大降低了建设及运营维护成本。基于整车全自主创新的技术掌握和积累，研制了满足不同运能需求的全谱系化单轨产品，大型单轨、中型单轨、小型单轨，可适应不同的自然气候，所有车型均适应极寒气候、极热气候，精准适配不同建设成本、不同运载能力、不同环境用户的全方位需求。我不断解决城市建设难点，用户为尊，乘客为本。我搭载全新智能化技术到新的技术平台，构建网络融合路径，打造多系统融合平台，智能出行、智慧通信、智慧维护，只为乘客您更好的乘坐体验和舒适性，只为用户您减少人力投入，降低运维成本，促使轨道交通行业发展，助力城市智能智慧建设。2023年推出了兼具小客流、低成本的跨座式单轨系统。该系统道路建设周期短，施工灵活，投资成本低，桥梁占地小，遮挡少，友好兼容城市既有系统。采用钢铝复合材料基础轨，寿命长，免维护，成本低，运行噪音低，环境破坏小。采用行星齿轮加永磁电机以及电子机械制动，整车轻量化设计，整车实现全电化、高集成、智能化，科技保障出行安全。智能运维系统对车辆状态动态掌握，最大爬坡坡度60%，无惧山高路陡，最小转弯半径50米，无惧阻碍崎岖，可定制化内饰，出色的地形适应能力，能满足山地城市、旅游景区等运营场景的需求。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每一个不同时期的我，都坚持领先一步，着眼更远的未来。未来，我来了。进击之路，永不止步。